喂喂，成都大运会要来了，这是我国西部地区首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与。不、哦、练习武术既能减肥还能变成功夫熊猫。我眼神好，练习射箭无人能敌。我心态好，无论练习什么都能拿奖。哎哦哎哎吼哎哎哈我个子高，投篮很轻松，拿奖稳了。我身材好，练习艺术体操一定拿第一。好哈，哎，成都大运会，我们来了。我们在安逸四川等你。